应该没一点点的，对，他就会附在里面，但是一点点。哦，因为他最主要是寿，他是寿险，所以他一定都附在人的那边。哦，那但是你产险的话，他那个人的什么疾病什么，他也是很高，他没有，他就是所以你整个来讲看起来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同的人是不同的，对，我们三四个人是，那你就觉得哎是产险比较好，对，而且是附高。对，而且你没有多少钱啊，你这保，对啊，你二十天有，二十天，那一次就是体验到。